回到我的旅游美食频道。那么今天的这支视频呢，将会带大家到位于槟城乔治市的永滨茶楼。那么这个茶楼呢，已经有超过40年的历史了。现在在2021年呢，就重新翻修，然后就有很多人来这里吃东西啊，拍照打卡。今天的视频呢，就带大家去走走看看。我们现在已经拿了这个号码，噔噔，我们现在已经拿了这个号码，然后等待着座位。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呢是有一些港式的设计，然后还有这一个建造风格。那我们想要试一试它典型的味道是怎样的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频道的话，我频道主要是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旅游和美食的资讯。如果你也喜欢类似的内容的话，就记得订阅我频道哦。走，我们现在要进去吃，看里面的点心好不好吃。走吧，要 scan my suggester 啊。你要吃什么？走啊。费拿子、啊。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蛋挞。Hello， 我要蛋挞，然后还有啊，蛋挞两个啊，一个就够了，一个就够了。然后啊，坐那边九号，还有这两个云吞跟这个虾饺。这个要写吗？还有，还有短菜一个。剪这边，剪呢？啊，剪。谢谢。有什么好介绍？来，要什么鸡脚？我不要鸡脚。你要你要什么？来个肉片。这是什么呀？啊，叉烧饼。叉烧饼。对，看看买好吃的，看看买。你介绍我哪一个？这个啊 ，OK 喽，拿。这个哪一个？这里面是什么？啊，里面是鱼肉啊，肉。哦，鱼肉和肉。这个要买便宜的。这是什么？我不要。有没有虾的？虾的。虾的虾饺。虾饺哦。小的玩偶。这是不要，我不要。排骨。排骨你要吗？荷叶饭。排骨，排骨啊。排骨的。来，你拿，你拿干排。啊。这里有千层糕，哦，卖完了啊！我们来吃。这个是排骨，然后就是来推荐的。什么？我忘记了。虾饺。现在要来吃这个虾饺。肯定还有两尾的虾在里面，是吧？它这样大只，牛叉包，没有流出来啊。我觉得这里的点心就比较普通啦。
环境蛮优美的，可以看到它有重新装修，因为它已经40年历史了。然后它现在你看装修成港式点心，而且他们还有播那个香港歌曲。点心的话，这个虾饺不错吃啦，因为它是有很多虾在里面嘛。这个排骨也是 OK， 是啊，排骨也是 OK。然后胸怀就比较普通。之前我有问，刚才我点的时候，我问他们有一个，他有千层蛋糕啊，是他，我看到很多网上都有推荐啊，可能会比较好吃。哪一个？这个好凉啊！这是什么？什么味道？它外面是炸的，然后里面是有肉馅。我们现在吃饱了，然后我们买了这个茶叶小叶干，很好喝。这个收去你的杯啦。OK， 走啊。全部都给拿了。